明太子吃明太子，自己吃自己。那是谁？看你们耳朵听到的奇怪的声音，这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尿的明显吗？你们代价落吧。没有不来的理由。我就不是说过这么好吃的火锅？反正我最开心就对了。一二三，演讲，我是变态先生。一点三张练习计划的最后一点，然后我的一点三张就是 Google 的评分。三演讲榜里面最低评分的变态先生介绍这个一点三张 Google 的评分，真的很适合我呢。大家觉得这样吧？谁是低评分啊？有可能最高分啊！大家都是自信心嘛，自信嘛，大家请给我留言，我是自信啊，真的不要给我一颗星哦，拜托，可以三颗星一下吗？好，那其实我拍过超多 Google 的评分计划，有可能七个左右，然后有的时候有到东西里面有种那样的电影，所以我可以说介绍 Google 的评分专门的。然后尽量我要找两颗以下的点，这个其实真的很少。我们介绍过的 Google 低评分系列里面两颗星以上的点也有，所以这个计划的有点难的部分是找到两颗星以下的。那我要马上开始。那我要找早餐 Google 低评分的早餐店。早餐店有，嗨，早餐店，早餐店，哦，有两点七，但是这个还好呢。哦，有，哎，这个真的吗？我找到一个新的店。那早餐的话，这个点就吃吧。我来到店的附近，但是啊嘞，没有耶。有可能已经到了吗？看 Google 地图的话，好像这个附近哦。有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有开耶，有开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啊，原来这个好像 Google 地图的位置跟这个店的位置好像不对耶，所以这个也是应该有可能这个店有点低评价的理由嘛。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店的错，那我要调查开始，然后我要确认网友们的意见、感想、服务态度、技巧，好像他们的服务有一些问题，网友们说这样。但是调查这样的店的时候，看相机的话，有可能店员的态度也有变化。看相机的话，故意给我好的服务嘛，所以我从这里开始用手机拍片。然后今天我有拍照，所以应该我不会被发现嘛。那开始哦。嗨，你好，我想要有单品吗？哦，单品啊，那鸡丝单品还有有推荐的吗？有推荐的吗？嗯。哦，原来啊，火腿烧饼。烧饼没有。啊，烧饼没有。看得懂，看得懂。三明治不错呢。那玉米蛋三明治。这个内容也可以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这个店什么时候开的呢？哦，二十年哦，很久很久耶。对啊，有一栋嘛，这个哦，没有，都在这里啊，很久耶。过劳了，不会的。我可以那个追踪你啊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啊。一二三的三，三，还有原住民的原，原住民的原，对对对对，三元是这样，三元吗？啊，然后假胖，英文假胖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这个假胖，这个是我，好，OK， 哇，好，我回去看，谢谢谢谢。
首先我想说，超好，就是一开始的部分我用那个手机，然后好像他们不知道我，但是就是一开始就他们超级温柔、超级贴心，服务轻松的聊天，这样早餐店我觉得真的很棒哦。还有我是外国人啊，这样照顾外国人的早餐店，我觉得很棒。然后就是这个店里面超干净，这样桌子上面也很蛮干净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店一颗星。然后已经有这个蛋饼，我点的是芝士蛋饼，还有这个是玉米蛋三明治，这个也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哇，嬉しいね。那吃吧吃吧，这部分我严格一点哦，先要吃这个芝士蛋饼，那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吃，我喜欢的台湾的早餐，我喜欢的台湾的蛋饼。要让我蛋饼的话，最喜欢有芝士的，还有提供料理的速度也蛮快的，这很棒。那接下来我要吃这个玉米蛋三明治，看这样上面有很大的蛋，还有下面有小黄瓜。那么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意外的味道没有那么重，因为有小黄瓜，所以一点点有沙拉那种的感觉。但是当然有两个面包，所以包子感觉不太好吃。好吗？那最后一口，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但是我真的不能了解一个性的理由呀。这个店只有一个人给他们评分，所以一个人觉得一个性，所以目前的这个店总共的星星也是一颗的。但是这样的话有点不公平，所以我也要给他评分。那我给他们五颗星。OK， 五颗星，留言也可以写。那我觉得不是很好，我吃蛋饼跟玉米蛋三明治都是很好吃哦。OK， 然后 OK， 完成了。那他们的这个评价已经有变化吗？没有变化耶，所以这个是要一段时间的意思吗？但是应该等一下会有变化。接下来是午餐，午餐也我想吃比较一平分的点。好，那午餐见。餐的时间来了，然后我已经决定好午餐跟晚餐。午餐的话想吃寿司，然后晚餐的话想吃牛排，因为这个两个料理都有超有人气嘛，所以我想挑着这个两个有人气的料理里面的各个低评分的点。然后我已经找到这个日站的寿司店，寿司店的 Google 低评分的点是 2.0 颗星，这个应该寿司店里面可以说最低分的一个。那我要马上去吧。好，我到了台北车站，然后好像这个附近有那个寿司店，但是啊 Google 地址有点怪怪哦，因为这个地下的话这个网络也有点不稳定，电波が安定してないので店が全然見つからないですね。我要分享这个状况，现在我在这里吧，应该很近的地方有那个店，但是应该很近吧，但是刚这样。那这里吗？先走，然后右走就到。但是这个不是寿司的店哦，这个是火锅的店耶。不好意思，这里不是寿司的店吗？没有，这个是火锅店。火锅店。火锅店。这个最近开的吗？对，八月刚开幕的。这个地方以前是寿司店吗？不是，你不知道。OK，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在哪里呀？因为我是常常迷路的人，所以平常也常用这个 Google Data， 但是真的住地下的话真的没有用耶。那我要努力找找看吗？应该找到了，但是等一下，这里已经不是寿司店耶，变成便当店耶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这里没有买寿司吗？寿司对，寿司就生意有。
这个这里一间是寿司店，不是吗？寿司店在那一边啊，在那一边啊，谢谢谢谢。原来不一样耶，但是这个健身耶，这个不是那个店啊，这个很复杂呢。看 Google Street 的话，那个店是一间的寿司店啊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，这个不是这里吗？是啊，可是现在没有了啊，没有寿司。对啊。啊，原来原来。收起来了，以前在、啊、收起来了，以前在楼下。啊，以前是楼下的。对，寿司员。啊，然后现在没有。对，现在没有了。原来原来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OK， 那我要找其他的寿司店，找到一个更低分的店，就是1.9颗星。然后这个有点担心的部分是，我现在给他们电话，但是没有接。有可能这个店也已经到了嘛？但是看网友们的意见，一天前有一个照片，所以应该现在也有开吧。那我要移动。我来到那个宁夏夜市那边，然后哦，有有有有有，那ちょっと待って，没有开业。哦，没有开，没有开。但是这个 Google 上面的话，每天中午开始，但是现在还没开业，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旁边的寿司店是没有开吗？下午才有开。下午4点。啊，4点。谢谢谢谢。原来所以这个 Google 上面的这个写的第一间有做耶。 OK， 那这个也我要报告呢。所以这个不是12点，星期四的话是6点。对，这个是对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告诉我。好，那我晚上要来这里，然后鹅掌的话先要吃牛排，然后晚上吃寿司，这样就好，不要浪费时间。那我走。哦，对，现在我人在美丽华，这个很怀念耶啊！对对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大家知道这里吗？对，这个是我们大概1年前嘛，在这里有开那个谢震基的签名会，那个场地超级怀念哦。然后听说在这里有一个牛排店，然后那个店的 Google 评分就是1.5啊。我超级笑到了，寿司是应该，难吃的是点心难吃，但是牛排有那么差的店吗？啊，我要调查看看，这个店也没有开的话，我真的放弃百遍哦。好，我来到了，然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店，现在也有开，所以一直跟早餐一样的方式来调查这个店的问题。那我要看这个店的网友们的留言，太贵 ，CP 值低的意思。哦，后悔没先看其他人评价，要是先看其他人评价，绝对不会吃这家。他真的神奇不复的感觉呢。还有，只有饮料吃一半了，这个留言有点幽默的。感觉呢，最可怕的是有一个照片，饮料上面有超脏。我这个超级不幸耶，所以应该这个店的问题是这个干净不干净的部分，还有服务的部分，还有肉的品质。OK， 那我要这个3个地方要调查一下。那我要点绿油嫩鸡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没有店员。换热吗？不好意思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这个，到账吧，价钱是388。好的。好，我来了啊！首先，我一点点想说的事情就是，这个是很大的嘛。因为我点的是比较大的15吧，我觉得这个 size 是有可能其他的牛排店的话一般的 size 一样，所以这个部分我有点了解网友们的意见。但是其他的部分的话，当然这个饮料上面也没有种种，然后套餐跟一般的价钱的差是大概30块左右，但是30块只有这个，所以应该对台湾的大家来说，应该夜市牛排店的话，这样有的时候饮料面包是免费的嘛，的话388块是比那样的店有点贵，但是我要确认看看牛肉的品质。那么，来吗？
啊，这个不便宜，我一点点都万有名的一件，肉没有那么嫩，然后没有那么肉汁的感觉。388块的话，一点点吃到更好吃的肉，所以应该这个价钱跟这个肉的品质一点点有差。这个铁板面呢？是真的一般的意大利面之类的，然后旁边有其他的薯条、花椰菜啊、红萝卜。我觉得这个美丽华是一个游乐园那样的感觉嘛，所以应该吃的东西的价钱也比其他的地方一点点贵。然后来这里的客人的气氛就是先看电影或是玩那个摩天轮。跟朋友一起来这样的地方，很开心的时候吃这个牛排的话，有可能会生气呢。这个以前的价钱是298块，是3年前，所以现在一点点变贵，是毕竟有点低的感觉呢。但是我觉得网友们的已经太长太凶的感觉，没有那么糟糕，但是没有那么好。还是我可以接受。好，那最后一口。好，吃完了。那我的这个午餐的感想就是，店员的态度没有那么差，然后干净啊，因为这个美丽华里面的没细节嘛，所以坐在那边也不觉得很脏脏那种。但是，肉的品质还有看价钱的话，一点点觉得是毕竟很低的感觉。所以我给那个店评分的话2.5颗星，但是哥哥的话不能给2.5之类，我要给2颗星或是3颗星，这个两种的话我可能给2颗星，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是我的比较正直な意見。反正的话我希望可以吃那个寿司店的寿司。好，那晚餐见。4点到了，所以应该这时间的话一定开吧。いや微妙だな、開いてるか。啊，有开有开有开，已经开店啦。终于来了，对，今天的晚餐就是寿司，然后这个店的评分就是1.9，这个也是2分以下。我去过的寿司店里面应该可以说最低分。那我要看网友们的意见，还是服务态度不好，让淘宝先把寿司，我自己做也一样啊。韩国的朋友们也有点生气的感觉呢。还有啊，真的要相信大家的评价，超级糟糕，难吃，噩梦。真的不好的一件很多呢，所以应该这个店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寿司的品质。那这个对寿司严格的日本人要调查看看哥哥的地评分的寿司店。走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可怕呢。有人吗？一点点有奇怪的味道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现在要开吗？谢谢。好，我进去店里面了，然后看价钱的话应该一点点贵，这个 grill 肉寿司80块，还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大概超过80块左右。那我要点看看。还有推荐的寿司吗？哦，原来肉里啊，那这个啊，什么意思？如果寿司你有饭的，不要你弄生一片啊。这个洛梨哈，寿司是饭，寿司饭，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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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所以我给你弄生一片啊，这个弄饭，不然你会太多，你懂吗？我弄生一片啊，生一片量也比较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干贝啊、鲑鱼尾啊，你敢生一片就比较多片，啊，你这寿司就有饭的，就有寿司饭就比较多了。你不要再弄饭。哦，好好好，好的好的好的。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？啊，我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，哦，你讲台语讲得很好哎。还好啦。这个店从什么时候开的？已经过了几年了？19年。哇，很有历史。我的这个春油变来了，
这个是看起来真的很普通的生鱼片，但是我有一个高山牛是这个是80块，这个80块的话真的太贵吧。有这个四边就80块，还有这个干杯的话，这样很小的干杯。然后为什么它叫花？这个普通的生鱼片，豆豉的话只有三边，应该这个大小的生鱼片应该下面有汤，所以这样直接点这个生鱼片的话，应该加一片。那我要先确认这个鲔鱼的味道，那这次。看喽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这个真的不新鲜的感觉，看起来颜色也有点奇怪，然后水分太多的感觉，这个我也真的不行。那接下来是这个鲑鱼，看起来可以，颜色没有不是不漂亮的那种，嗯。鲑鱼可以，可是超好吃的那种，然后没有那种奇怪的味道。但是只有随便鲑鱼，这个80块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太水平级不好的。还有特别想说，这个鲑鱼是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喜欢。好，那我要当那个大面推荐的寿司。这个是洛梨寿司 ，avocado 寿司。这个很亮很多耶。然后这个洛梨寿司的价钱就是180块。这个很亮，180块的话还可以。那我要吃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里面有avocado，还有一些鱼蛋，一点点感觉到这个是什么？鲜不是那样的东西吗？好的，它是洛梨寿司的，米饭的含量很多，所以这个鲜鱼片跟这个寿司一起吃的话，好吃的意思吧？いただきます。搭配，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鲑鱼不错，这个鲑鱼跟这个寿司也要配一下。好，这个组合我觉得可以，这个肉里跟鲑鱼是很搭配，这可以啊。但是我一点点没有自信对自己的感想，所以我这个要打包一下，然后带自己家给其他的人吃，然后我要问问看他们的意见嘛。好，回家吧。我回来了，然后这个大包的寿司跟鲜鱼片，那这个 Google 低评分系列的话，应该他们很吃。每天介绍很多美食的他们，嗨，玲玲跟沙都酱，干杯吗？呀吼！呀吼！这是什么味道？鲜鱼片啊，鲜鱼片。那先可以确认这个鲜鱼片吗？我想问你们的是味道，还有你们要猜猜看这个是多少钱？玲玲，你可以吃这个鲑鱼吗？好，真的要吃吗？啊，真的要。刚刚你一打开盒子那瞬间，我刚刚坐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好像就是闻到的不是很喜欢的味道。因为有老板娘，所以我也不能说。但是我觉得一进店里，慢慢的有点有奇怪的味道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应该那个从冷气放的味道，但是应该不是。有点味道，一定是冷气味道。那我来试试看看喽。鲔鱼，然后我记得无麦频道有出过一支这种寿司绝对雷的影片，可以教你分辨什么样是好吃的鲔鱼。然后来我们看一下哦，它完全没有纹路呢。好吃的鲔鱼是要有斜的，还有直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。好学生，那我来试试看喽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笑吗？完完全全没有味道之外，因为我可以讲吗？嗯，我觉得吃起来像粘土哎。哦，但是我有点懂。因为那个鲔鱼的话，不是那个通常会有鱼的香味吗？然后在就是一般没有那么好吃的店的话，也会有那个鲔鱼的香味，跟这个完完全全没有。凡是鱼不是很好闻的味道之外，就是那个口感，我一坨一坨。那个不是生鱼片，那个是粘土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粘土点吗？好难得，因为平常你们不会那么直接，对不 对？所以我又有点吓到。我连自己都觉得嘴巴好臭。没有，很香，很香，欸、有淋淋的很香的味道。我先吃喽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
嗯嗯。あれ。真的没有什么味道。鲑鱼也行吗？但是该我们平常吃的鲑鱼的话，一进口就哇，鲑鱼好吃的感觉嘛，因为鲑鱼一定好吃。可是这个的话，那个香味就比较没有。然后吞进去之后，嘴巴是满满的鱼的味道，可是不是那种幸福的后劲，是哦鱼。有点不好的感觉。而且这边的话，刚才讲的一样，它的油脂嘛，就是有一点咔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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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因为接下来的是咻咻咻，不是，是咔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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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专业的切法，这个都是我也还没吃的。那你来试试看。啊 ，OK。嗯，啊，但是这个也是嘎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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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比那个微鱼还可以接受。那你们觉得这个鲜鱼片是多少钱呢？四片的。四片。微鱼的话，80块。那沙都酱汁的那个微鱼是多少钱？真鲜的话，一盘有两片是30块嘛，它还有附醋饭的部分，所以应该合理的价钱是70元。那你们觉得这个干贝呢？这个两颗。两颗。嗯，我才60。回答是，全部都是80块。我猜对了。嗯，欸，但是你不觉得80块太贵吗？太贵了，我觉得大概可能只值20块。我讲话太狠了吗？是我也这么觉得，因为便当一个是60-70，那这个是4片。但是真的，我觉得不好意思的部分是，老板娘的个性是很好，哇，是很活泼的感觉。哇，啊，你是外国人吗？所以我现在真的心动。但是啊，要说的部分，我觉得要说，因为我们之前都寿司的关系也有，但是这个店是只是哥哥的1.9颗星的店，这个应该一定有理由的。我现在这个感有点深。对呀，啊。哦，对不起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应该可以更好。谢谢你们。不会不会，谢谢谢谢谢谢招待。所以我的1.33哥哥的地平线先锋结束啦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嗨，好，结束啦。啊，我原本的话，上班比较热闹，气氛很嗨的结尾。但是今天的话，我要摆比较冷静一点的结尾。我自己有拍过很多这个哥哥地平线的计划，然后有的时候介绍超过2颗星的餐厅，然后其实超过2颗星的餐厅是我不觉得太难吃，太不好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个超过2颗星的餐厅跟2颗星以下的餐厅有超级大的差，然后我也觉得不用参考全部的感想、全部的留言、全部的评分，但是大概超过50个、100个评分还有留言的餐厅，但是不到2颗星的话，应该有一些问题。还有我们跟餐厅的工作是，我觉得有点像我们 YouTuber 的工作，也有赞，还有这个铺赞，还有观光区留言，有那样的观众们给我们的感想之类嘛。然后我只是大概看全部的感想留言。其实这个观看数也很重要的，大家的感想嘛，很多人看的话，应该很多人比较喜欢的计划。但是其实我们不只看这样的观看数，观看数很好，但是有的时候不好的留言很多的影片也有。我们不会参考全部的留言，但是还是我们每天看大家的留言，还有确认观看数，然后有的时候会改变我们的影片频道。所以我觉得餐厅也有的时候需要看大家的留言还有感想，不用参考全部的留言，但是有很多认真的留言感想的话，我觉得要参考一下，应该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好的餐厅、更好的店，所以一起加油吧。我觉得店员老板的人很好的话就可以改变这样子。好，我的认真的感想就是这样子。那还没看前天的参演的1.33吃到饱计划，然后昨天的优君的1.33五彩的天火，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这样就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
Cause all the greatest story start from ordinary, like we 明枪鲜划破天际，带领我